从我心里的感觉到，就是带一条蛇来告龙吟第三的终点。嗯，无心的机关，为了不和最高级别，真是不得不知错失。进一步。想必高在有望险恶地方，竟有如此空阔之空间，再来便是荒废关键之所在。哦，既然感应来之手，灵气掉，加上万处之量，瞬间一消龙吟，逐渐龙精破光，一消第三中央，切实。嗯，这是荒废关键，就在杨忠之内，经历了数十年不断的度养，总算是他得见天日的时候。一条生要告入荒废关键，总是会一番的功夫。你心中是有流会勇气，可以他回，但未必就能自重。这是你他之机缘，如我必须更好处境，一条说当然不讲，但至今我仍怀疑那不是之说，是否只是危言耸听？眼见为凭，一条说请随我来。嗯，这是一条说，这就是我雄心之理由，不好为我修筑这行秘密，众人是我兄弟，也要文盲告地。这我明白你之苦心，我也修好作伴多谢。我何会半心之力，无非就是为荒废关键之本事，一流会用气，更是当年我参与一场死亡竞夺输的，为了他，我甚至东方七太做不了正道，以一生一剑五十年，如今妙恩之祸，荒废关键之未来，甚至苦境之存亡，将是彻底在地。我希望永远不用到他这一天。如果不行，必须派上用场。那一条蛇也让他见到他所担当之天命。嗯，在此多谢。由于你必须协同如何与荒废关键联系策中计划，那就留你在此修炼的我。我先离开，故事。